就开始了哈。那个接下来两个卦，一个是巽卦，一个是兑卦。我们上次有跟大家提醒说，其实这样的卦有宗教色彩。我是读到后面才发现，因为那个巽的话有点像开悟的，开悟哈，就是有时候那个一些宗教的缘分哦，就是你要开悟的时候才跟他有结缘。这个巽哦，就比较像开悟。那开悟之后就要讲经说法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兑卦，兑现的兑，所以嘴巴开口。所以这一卦呢，就在讲说我们人如何开悟，开悟哈。所以我们用那个，用这个这首诗哈，《春在枝头你十分》，就是一首开悟诗啊哈。悟道诗，吴敬章是一个禅僧啊哈。他说：“终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破岭头雨。归来偶把梅花嗅，春在枝头你十分。”记得这是很好的诗哈，我今天坐在当中，西家写的很平白哈，但是从日常生活里面体验到人生的道理哈。每天呢都想要寻春天在哪里，应该我把这个春节让你很快乐，想追求东西哈。天天呢一整天在对外寻求这个春哈，要到处跑，但是不知道春在哪里。哦，那为了找这个春呢，穿着鞋哈，芒鞋踏破岭头雨，整个山头翻来翻去找不到春天在哪里。结果呢，归来偶把梅花嗅。等到你走累了回到家里之后呢，就在你家门口的梅花刚好开了。所以呢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现在最重要的在家里，不是在外面，不在外面哈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要悟哈，这悟的写法怎么写的？我的心嘛，哦，看到我的心呐，所以觉悟呢，所以记这个都配得很好。所以觉悟就看到自己。觉悟的觉悟自己，是觉悟别人的哈。所以你的金光法突然发现说，我们应该终其一生要追求什么？了解自己跟开发自己。好，这个巽卦呢，就有这种深入，因为巽的话是深入嘛。我们要深入什么东西呢？最值得深入就是你自己，就是你自己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接下来讲这个巽卦了哈。女儿无所容，故受之以巽。我们上礼拜讲的女卦呢，是到处漂泊。可是，在漂泊的过程里面，他在第五爻里面讲说：“哎，如果终于找到人生的目标的话，人生就不再漂泊，因为我们终将结束嘛。但是，你只要找到你最重要的你的标的的话，哈，一箭射过去射到你的标的的话，完成了你的天命，哈。所以他在上一卦就引到说下面的巽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匆匆度过人生里面，我们要找一个我们要值得深入的点，就像那个上一卦讲那个。”箭要射那个火鸡一样哈，刺一样哈。这样说呢，巽女儿无所容，故受之以巽。巽要深入哈。我们先，但是这个什么深入呢？等一下我再解释。所以入巽者，他就直接讲入。那巽跟入呢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书要读得好，就要从那边切入的哈。哎呀，悔改，我先写啊。巽怎么突然跳入入呢？哈，其实哈，人读易经哈，现在有很多人说以经解经哈，我们用比较上古的思想来了解易经哦。易经的出现时代跟甲骨文比较接近哦，所以你应该去了解说这个巽哈的甲骨文到底怎么写法。来，这是巽的甲骨文哈。哎，我们看你看到这字，你看到什么？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了，两个啊，两个怎么样？这两个人嘛，你看到他这个人的姿势怎么样？一样的，跪下了。啊，所以说呢，那去滚吧，那是你们都两个跪的，所以我说这个是有宗教色彩的，是两个人，而且 KSU 哈，鸡手了，哦，这个哈，这是最早的甲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个小篆，这也是两个人啊，对不对哈？两个人对不对？他多一张桌子，那全是新，这安盖在他电脑里。好，哦，对不对哈？这个巽，所以我们从这个造字里面，这个巽啊哈，那从这里开始的话，第一是跪下来，好，哦，从最造字的原则一开始就跪下来的，所以身体是俯，趴着，哦，趴着，巽呢是俯，所以说入那趴着才能深入到地下，它最早的意思是这个，哇，这个字深有，而且呢，这个字里面造字里面发现不是一个人趴，要两个人一起趴。这就好像我们在修叫共修一样，我们的道亲呐，啊，哈，德义文哈，要一起修才能够互相砥砺啊。像我们读易经，一个人读多寂寞，大家一起来读，哎，就是巽，
哦，所以这个知恩。但是呢，后来你可以用吗？用一个供桌以后哈，哎，然后我们对神明或怎么样哈，哎，低下来虔诚的低下来的形象嘛哈。所以你看这个字其实就像供，我们现在供，哦，所以供修嘛哈。所以那训从这个造字里面，第一它是低俯的，是虔诚的。好，我们对于一个神明的话，我们虔诚的去祈求他给我们智慧。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这个训观呢，其实有宗教色彩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这两个在讲说，我对于不要说讲宗教，说其实应该说自己的灵性的开悟了哈。他说呢，对现这念现哈，训辅。我们在悟道过程中的过程里面要谦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晓得我们到底我们的悟的方向，我们不晓得啊。其实我们大家在追寻，所以呢，任何可以给我们有灵感的人或给我们启发的人，都要谦卑的。所以在悟道的过程里面要服，要服嘛哈、哦。那悟了以后呢，你本来要独享啊，是不是就要出来开班讲课啊，上易经啊？哦，对，这个很顺嘛哈、哦。对现而训，虽然说文字是一个障哈、哦，我们言语道断了、啊，哎，你讲死了就不能那个，可是呢，又不能不靠言语啊。对，每个悟的人都躲在深山里面，那些经典都没办法流传啊。所以讲话呢，我们要讲精简精准，但是不能不讲。我不能说有的因为言语这种误会，言语这种风波，所以就不讲。所以呢，中庸之道不能不讲，也不能讲太 over。啊，所以这两个，下次我们讲的是对呢，就是讲话，特别是讲经说法的讲话，不是聊天的讲话。所以我们下一卦讲朋友讲习，我们在学什么？学人生的智慧。所以这两卦并起来，一个是悟道，一个是讲经说法，把你悟的心得呢跟人家分享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你还没有悟的话，就不值得开口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学悟，你开口了，那么你不过移植别人东西而已嘛，哈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卦，我们先讲前半段，要开悟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怎么了解自己人生要往哪边走，怎么了解我们生命的潜能在哪个方向，我们借用尼采这一段话。这一段话哈，刚好把今天讲的训话整个挂串起来。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哈，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，它的根呢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面。你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六个爻，刚好把这一句话串起来。这个训呢，先呢我们训为根嘛哈，没关系，因为训又为木，就像植物一样，这奇怪被谁打伤，你还硬中用。没有说长很高的根很浅的，哦，你说看到表面上很高大的树，你反过来它根也很扎得很深嘛。但是一般人看到上面没看到下面。他讲说哈，我们要扎根要伸向黑暗的地，就好像训的前半段呢要往下扎根。好，扎得够深之后就往上开展。所以训虽然为辅哦，可是要不一直趴着哦。你的水养分够了，水分够了就要开始长大，要开始散烟去照顾别人。好，所以训呢两个阶段刚好在包含在这句话里面哈。这训呢是我们那个系子里面所谓优化九卦修的九卦里面的第九卦哈。训得之至也，之前我们聊女卦哈，还有那个景卦，景得之地也哈。训得之至也，那至是什么意思呢？至呢就比较像控制。control 了，英文叫 control 哈，而且是取得控制权，由被动而主动。为什么呢？你看、啊、我们那个训的过程，一开始你跪在地上求开悟，那你难道是一辈子都跪在那边吗？我一旦开悟之后呢，我就要主导人生了嘛，对不对？有些我不是一辈子都胖底下那俩，我是为了过程嘛，过程我先开悟，开悟之后呢，我就对自己有自信，我知道人生要怎么走，会跟大家分享人生应该怎么走。所以呢，训的苦呢是过程，它不是目的，它这个要自也，我要能够取得掌控自己的能力。训呢，称而隐，称是对称，隐呢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训就像风一样。有的人想要干嘛，就大张旗鼓，哦，未来上那个长大去跑的，要让全世界不晓得去参加法会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要低调深入了解自己的话是。偷偷摸摸的，不用大张旗鼓的，好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叫趁而已。
那知道是训你行权，权的那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说你有权利去主宰自己，叫权；那第二个是权变，权变是一直在权衡。哦，有时候要这样做，有时候那样做哦。哎，有时候走街头，有时候进入议会，你有时候一定要怎么样？因为训为风嘛，风没有定性。哦，所以训呢，大概有这些品德的特性哈。好，那其实这整个训卦呢的整个思想呢，就集中在这句话，中庸这段话，其实这个很有名的哈。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以礼，行乎以礼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。君子无入而不治的。哎，所以在这一段话哈，君子无入而不治，入就是训嘛哈。所以训呢，我们像期待人像一阵风啊，到处可以钻。那钻到哪边都很快乐。好，所以这个训卦指的是为什么？那你怎么会快乐？因为你开悟嘛。对不对？你知道快乐只有在身边啊，不要去外面求哦。所以君子无入而不治的。好，那前面这些句法哈，我们那里关键是这个素啊。什么叫素哈？你在礼卦中讲到素履，素应该是本色的意思啊。那化妆，化妆，化妆就不是素。我叫素眼见人，就是你没有化妆嘛。那说素其位而行，我在哪个地方都用我的本色，我的本色哈，来行走。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呢，我刚好是一个有钱人，有钱人，我不会因为我有钱，然后就迷失我的本性，叫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我外在造型是贫贱的，但是我本色是一个，我贫，就像我上次分享一个影片 ，a broken body is not a broken person， 破碎的身体不代表破碎的人。我很残，我因为外伤我残缺的，但是我人格是完整的。好，所以素贫贱，行乎贫贱。外在的遭遇不改变我的本色。好，所以这个素呢是本色哈。素以礼，行乎以礼。我到比较乡下的地方，怎么样？那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呢，我也不会一副傲慢的样子。好，素患难，行乎患难。无论在什么情况的话，都不会改变我的本色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这段话刚好是整个训话的重点哈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训呢，我们如果要放在现代的，我们讲说精神健康的话，其实这是最重要一个卦。精神健康，我们在讲快乐嘛，身心灵要平衡嘛。那这个训卦就是最代表。我们不是在什么情况下呢，都是快乐的。好，我一切具足嘛，我都不假他求啊，不假外求，我的人生快乐都在我自己里面。好，我今天不快乐的时候，我就不要去埋怨说谁对我不好。我的运气怎么不好？我应该想说，我有没有把我自己的本性呢了解透彻？好，我有他那里没有开发出来。好，这个训呢，又有一种说以至柔克至刚，因为训为风，没有定型嘛。所以他说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啊，都能够胜刚。天下最柔软的东西，可以胜过天下最坚固的哈。好，那风可以穿墙而过嘛？那墙很坚固，但是你怎么？还是有缝隙跟他穿过，叫至柔胜至坚哈。无有入无间，什么叫无有？没有东西嘛，没有东西是我没有固定的形状啊，所以风是没有固定形状。那你说你号称你用这边这个门啊墙壁没有缝隙叫无间嘛？但是可能风呢就进不来嘛，会从那个缝再怎么密还是有一个缝可以穿进来，叫无有入无间。所以胜都无有，胜都无见。你自以为哈，你当下那个天罗地网啊，你没有办法进不来。我没有，我只要没有形状呢，我正好就可以钻进来，叫无有入无见哈。所以呢，这也代表训的本质啊，无所不在，按低调，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哈。无是以知无为之有义哈，所以无为跟无有呢是老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哈。好，我们来进入卦了哈。训为风嘛哈。这个教大家以前哦，刚记八卦，教大家用一个不文雅的方法记哈、哦。这个呢，这个叫训卦嘛、哦、啊。这个是我想要开口在下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开口在下面是这肛门嘛，对不对？肛门这方面就有气，所以气就有风了。好、哦，那开口在上面就嘴巴嘛，嘴巴要讲话是对卦，我觉得去帮助记忆的哈、哦。但是呢，你看这个卦形的话呢，它好像一个树的根，这个树根往下长。所以就有树根的下，树根的下哈，所以呢，你看它就是往下扎根，然后让上面能够发展，所以它
你看它有风哦，风可以到处钻嘛，像灯一样可以到处钻的意思。巽的卦辞呢很简单哦，小亨，以小而亨啊，不是小小的亨通。应该说，因为哈巽呢是无有嘛，没有形状嘛，所以它是小。以谦逊柔顺的态度处事就很亨通，以小而亨了哈。利有攸往，利见大人。他利见大人呢，这里应该我们解释说就在九五了哈，九五君位的地方哈。我们在下面的时候爬到君位呢，才能了解说，哎，情犬嘛，下面呢在悟道的过程里面呢，那最后上去呢就是要开始什么，把你的本色那个展现出来。你可以想象，我们现在在读书嘛，我们现在学易经也是在训嘛，哈、哦。啊，等到读个五年六年，哎，立马出来功课。就是上面这个阶段，哈，就像这样的意思，哈。好，那整个卦，哈，这以易经的训卦来讲，它关键是，哈，有时候我们在读书，哈，要试着去找出最最最关键的一个字，哈。这整个训卦的最关键字就在这里，从训以生命。从训的意思当然解释它的卦形嘛，一个训卦在一个训卦，叫从训嘛，哈。但是你可以说深入再深入。好，那深入再深入是要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我研究自己研究那么多干嘛呢？我要想到天命嘛，对不对？孔子不是说我五十而知天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命呢，在这易经或者说儒家思想都有天命的意思。那天命的话呢，我们要怎么理解哈？天命的话，应该像是说要像一个 mission 就是任务。任务呢是谁给你的任务？老天给你的任务。你在这，你来什么一趟旅哈？你挂哈，旅途的过程里面，有一个任务必须完成。那这个任务是什么任务呢？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一开始不知道，所以你去一而再，再而三深入的了解自己之后呢，叫从训，从训嘛哈，终于了解我的任务了。那了解任务要干嘛？要去做啊。所以这个生呢，有点像伸展的伸哦，哎，好，伸展的伸啊。所以呢，要把你的天命伸展出来。发挥出来，把你的抱负施展开来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们叫从训你生命，训为辅嘛，就是辅为生也，不是一直趴在那边，哦、一直悟道。所以你看，他这个训卦到第六爻，他还在趴在那边，他觉得这个很欠干，是不是？你可能悟道，你悟道80岁再悟道，那你的生命结束了、啊，悟了又怎么样？所以我讲说，这好的道理嘛，那健康促进嘛，是道理，赶快想通或赶快做。所以我今天说，哎，运动很好，运动很好，对不对？那运动很好，你到50岁懂这道理好，还是20岁懂这道理好？你50岁懂之后，想跟再用30年、40年嘛？那这个道理好，到20岁懂的话，可以用60年呢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哈、哦？最好的道理不是啊，这个朝闻道夕死可以啊。如果真的能够懂的话，越早懂当然越好，因为懂目的是要用，是不是？懂以后啊，要能够实行嘛、啊。所以他说从训哈。从训以生命，就是抚慰的要生啊，抚慰要生，这个很符合动物的生理嘛。我们讲过这个易经，你看这个我说过哈，最容易理解是我们人的任何肌肉都是对称，而且相反的，基本叫二头肌，啊基本叫三头肌，二头肌负责把这个手弯起来，啊基本叫三头肌负责把手伸出去。好，你看这个叫。这个叫就是训，就是收嘛。那是你收了目的干嘛？下次可以伸出去嘛？难道你一辈子都要收成这样子吗？哦，所以福为生也，我们都是这样，不是一辈子福在那边哈、哦。刚训乎中正而自省，我们说这个彖传呢是比较针对主要的描写哈、哦，所以这里面的刚呢是指谁？九五哈、哦，对啊，这样会懂哈、哦。因为有些卦呢，它有主。也有单一主爻，也是双主爻。那大部分呢，君位大概都是一定是主嘛。这刚呢是一个九五呢，那巽乎中正，那位置是中，又中又正，就是要自省嘛，对不对？我学那么多，哎，当医生要先读医学院7年，当住院医师3年，然后呢，主治医，最后也是为了看病嘛，不是读书读好玩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而自省。你去深入读那么多东西要干嘛呢？他们就是为了能够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，或者说能够造福人群。哦，那所以刚训乎中正而自省，所以呢，一路在低低爬，你最多是要爬到最高位，
你悟到了，而且悟到有能力去付出把理想付出实现。好，这是这样，所以叫刚训悟中正而至醒。至呢，就是你的天命，把你的天命呢付诸于实行。楼阶顺悟刚，楼阶顺是这个卦的结构了哈、哦。这个每次楼卦都刚好在刚爻的下面，叫楼阶顺悟刚哈。所以它在这个过程里面哈、哦，在形容我们的天命过程里面，圣诞要软，圣诞要软。好、哦，所以后面就把卦词再重新讲一次，再讲一次哦。所以它这个卦词判断基本上一个重点是，我们人在前阶段要深入、低调、谦卑的学习。那一旦学成之后呢，就要大胆走出去了，就要大胆走出去了哈。我们以前哈，在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很多人，我透过这个易经课，因为欧哥都会帮我录成 YouTube， 他结交了很多远方的好友。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从那个说我跟哪个老师学？真的很尴尬，我问老师，你说没老师也不对啊，说有老师也对，因为每本书都是人家写，都是老师啊，对不对？你说那我们厉害，是我们懒得去找实在，我就是买书就是老师了嘛。好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因为 YouTube 常会播啊，就也会看到，我九月份要去营建署演讲，哦，讲易经啊，我回去跟我太太讲，说他们开玩笑。真的，我没想到，我这个医生哦，我可以演讲讲，然后预防失智症，给我放下讲易经，对人生很难讲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学易经是对于预防老化是有帮助的，有帮助。所以我今天后面讲都我们这个巽卦跟老化的关系哈。好、哦，那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就把它转成说跟健康有关的课程，用在 YouTube 上面，那个营建署的主任看到。他最欣赏的嘛，我觉得他算是有眼光。他说我每次开始那个诗最棒。他说他在外面，他就一看就知道他在上课。说外面都讲那个，然后上课做好张但是我们一首诗把整个串起来。他说这样对于整个卦理解是有帮助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是内行人哦，被他邀请也是不错的。哦，所以我就准备去。但我重点是说，这就是训的过程。我们也在揣摩在学习，但是这个程度上有人觉得这样不错，我就可以去跟大家分享。好，完全就是跟这个训的过程哈。好，那大象他说随风训哈，随风一说，这个风应该像风一样哈，风会到处钻的。所以他这个讲全变无方哈，不要说人一定要怎么样。其实我讲说最开始喜欢那个庄子那个故事，他们说在山上嘛，带来同学。学生说：“在山上看到一棵大树，它旁边有工匠，对不对？好像电动抢工匠跟我说：‘那个树为什么还活着？’没有用啊。”那工匠说：“因为它整个歪歪，只倒头二款呀，不容易啊。所以没有用，不能当家训，所以就留下来。下山之后呢，碰到朋友哈，他说：‘我朋友很久没见面了，宰只鹅来庆祝一下。’主人的儿子会说：‘鹅有两只，一只会叫，一只没有不叫，要杀哪一只啊？’”不会叫，那边没有用啊。学生就很奇怪，树呢没有用就活下来，那耳没有用就要死掉。那请问老师，我到底要有用还是没用？我说你真的太棒，每次这个要呛。我这个问题不是跟你讲，我还跟我学生讲，我跟我小孩讲。他怎么说？那庄子答什么？我有时有用，有时没用。对啊，就是要全变无方嘛。那你到底有用无用的什么时候时机点判断？留下来最有用。当我无用的时候可以活下来，我无用；当我有用的时候留下来，我有用。好，这样就简单了嘛，哈。所以我们家还是以保存生命为最大的，都没有活下来，都没有用，哈。所以它这个随风，说我们像因为那个巽卦的卦形是一个风又一个风嘛，我们要先学习风的精神嘛，没有非怎么样不可，活下来最重要，活下来最重要，哈。君子以生命行事，再重新强调一次，哈。所以巽的目的要干嘛？要生命。形式，要把我们命天命哦伸展开来哈、哦，所以驯服的只是过程，最后结果是要把我们的天命开展开来。所以呢，我们人生很重要的是真的要了解说你的天命何在。好、哦，你的命哦，但万般带不走，只有业随行哈、哦。你的命天命可能也比较像是佛教的业了哈、哦。你的业是你的业，我的业是我的业哈、哦。我想这很多，那业还是要解释业怎么写哈、哦，那业。作业的业哦，
部首查那一个字。查。查是不是？查木了哈，虽然是木板，那以前哦没有纸，他那个拿那个木板当你的笔记本，那叫页嘛哈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上课是不是每个人有一本那个讲义？有。那是你的页嘛？刚开始看到是白纸嘛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到十点半下课之后，我再看看，哎，电管下来了，我赶快。别别，他这可能他连重点都不会改嘛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哎，这个我的页跟你的页回去的时候要修的功课就不一样，因为我认为啊，老师讲一堂课里面有些对我是有用，那有些是废话，对的，有些得敲诶，有些哎这个有用，所以每个课听下来后，每个页都不一样，所以你的页呢是你的页，我的页我说页，页呢也是像天命一样，好，所以呢你听到呢对你有用的就照着去做啊，你听到这个有用就这样去做啊。所以呢，训的目的是要生命形式哈。好，那这个咬齿的话呢，我们就，好，它就是用舌跟拢了哈，一舌一拢。因为这个我们舌叫小拢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像训卦呢，在前面像一条蛇，啊，修成功就变拢。好，所以这比喻也不错哈。他说内训就像一条蛇。那外训呢？像风呢？风有小风在地上转的风啊，对不对？那垂帘体卡在脑风啊，那训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风太冷了，起风啊！哎，那个外训就像一条龙的风，所以一样是风呢，在前阶段是小风，到最后就变大风，像龙一样玉石俱化。我说这个训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卦哈。第一爻跟第二爻在蛇的阶段了哈，如蛇蛰伏，趴着，因为蛇在地上爬嘛。得储蓄之道，故立己。因为你还不成气候嘛，对不对？号称独立性，但是你都等到皮毛而已。那第一爻、第二爻就是哎，很低调、很谦卑的去学习，就像蛇一样哦。那第四、第五呢，已经到龙的阶段了，对不对？如龙之现月，哦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学的够多，就跳出来了，飞龙在天嘛，哦，得储蓄之道，故。在这两个呢，你不会在当蛇跟当龙的时候都是单位哈，都是应该配合你的能力跟阶段都是符合的，哦，所以呢，从这里面当中没有说一定要腐，也没有一定要生，看你的阶段条件成熟了没有。就像我刚刚讲庄子那个故事，没有说一定要有用，也没有说一定要没用，看阶段哈，看情况。好，那三跟六呢，就是很典型的符合易经的说过重的嘛，过重就凶哈。他说三呢，由直转现。有舍就是他已经有舍要变龙了，你现在就是要赶快有龙的样子，你还趴着就不行，所以就凶。好，上则飞龙继续，你现在像龙应该飞了啊，结果还是当地府的，也是凶。好，所以这两个三跟上呢，就是在爻辞里面哈，六个爻里面算是比较破的爻哈。好，我们来进入爻辞哈。其实这个卦呢，你如果当懂这个结构之后，你就不会太难懂，不会太难。好，来第一个。当然我们要深入的了解哈，我们这辈子要无入而不自得的时候呢，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喜欢叫开悟嘛。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人生目标唯一目标就是一个快乐。你感觉哎，你不会是你要求财富，求哎也是为了快乐嘛？对，你感觉有财富会快乐，还是说哎你功成名就有快乐？总之呢，最后是要快乐嘛。我们就姑且哈，把这个开悟跟快乐当作人生目标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？一步一步沿着我的目标前进，好，来第二阶段，进退，立无人之争。什么叫进退呢？要么进，要么退，换句话说，犹疑不定啊，犹疑不定啊，哈，就是当进不进呢，犹疑退缩了。因为人生目标八八九啊，我们上次那个旅卦有一个哲学课，对不对？就先放那个高尔夫，还记得吗？然后再渡到那个什么？石头嘛，哈，要倒沙子嘛，要倒水嘛，要先处理重要的嘛，哈。那这个入呢，这个训既然为入的，要深入，对不对？但是要对什么东西深入呢？所以你看这个训啊，哈，这个训，训这个字的话，虽然是深入，可以你看啊，它加一个左字旁叫什么？玄。玄，玄的意思就是我要这个就是不要那个嘛。那为什么你要当医生不当会计师？你要当花匠不当？那、啊、你也选了一个就没有另外一个嘛，所以呢，在训的第二段是男怕选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要删掉。那删掉的话，你一定要主要思，要这个哎考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叫进退，是进好呢，退好，哎要还是不要？那个犹豫的阶段。
那想，但是不能一直进退啊，想通以后要立无人志，想对了以后就勇往直前，就像军人打仗一样，只能往前不能退后，叫立无人之政哈。所以第一个阶段的是，我到底呢这个目标是不是我真的要投入的？哦，选嘛。所以第二阶段要选定一个终身的目标，然后大胆前进。所以他的要旨就写的就写这样，要犹豫，一开始要犹豫啊，犹豫之后呢，哎，小朋友，我们家小朋友刚考完试之后。对，啊，那打到一百分的，啊，男女双哪一张无问题？啊，咱的条件无好嘛，啊，所以来做，咱来算个算算了。伊讲吼，这个吼，第一志愿大概是没机会上啊。那第二志愿的话吼，是要选佳琪吼，还是选？因为男二中心有收女生啊。有。哦，应该收女生吼。哦，那应该选哪一个比较好？我觉得，你个人觉得哪一个机会比较大？然后两个都没机会。可是如果给你一点运气的话，哪一个比较会上？因为现在的考试是有些人他虽然成绩够，可是他觉得离家太远，他不要啊。那万一有那些人的话，就空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那个过程就是选，哦，就是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你说，所以让小朋友学的时候，哎，这个东西去衡量啊。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，有时候还有点运气成分嘛。我们说，因为我们如果你能打个八分的，我基本上算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原来屌屌二岁的我在弱者的生存之道嘛，对不对？像那个。一直在检讨说，我们跟巴马断交呢，我们怎么跟中共比呢？高博先生，那个巴马总共人口400万哈，700万呢，那地方可以玩的，其实很少，比台湾还小，哎，讲到他很厉害，其实比我们还小。中国人啊，就是移民嘛，你知道多少吗？30万，他是他的侨民里面算就是外国，1/40吧。那台湾在那边多少？2000。然后一样就要减，第二就要降。那个没有断才是奇怪，断了很不奇怪。哦，所以我说不是，那个哈，那有些游戏不是我们玩得起，对不对？你说日本，不然我上次举来延长说，哎，伟人这短工，那不要当大国，你小国，小国也能生存。我说我们都鼓励小朋友当人上人，其实我都鼓励小朋友说当人中人就好。嗯。我放眼望去，每个都人中人，他过得好好的，也没几个人上人啊。人上人忧郁症很多，晚上睡不着也很多，对不对？当人中人，他平安过完一辈子最重要。哦，要学着当人中人啊，不要说每次都我一样，我现在不鼓励这个哦，我就要人生求圆满均衡。哎，那好，你主持人来干，我哎，两个一点非必志不可的，他走极端啊，没有，人生有亲情啊，有爱情啊。像我们小朋友考试过程，阿妈生病，他就哎，我要去看阿妈，哎，我觉得不错，伊那刚好明白，我这样就不错，这样来教，哎，他觉得说这个要平衡，对不对？阿妈生病的话，这样比较起来是值得投资时间去看哈。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，我们的训呢有选的味道哈。虽然说哈，进退呢是至一也，我到底要不要投入这行业呢？要把这当终身的目标呢？人生快乐有多经典啊？那时候我们你只要读易经不读佛经，对不对？也是质疑嘛哈。对，治疑也好，那第五人是治也，他把它当病嘛，疑心病嘛，把疑心病治好了，就是下定决心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经文呢，疑呢，疑是一个病，那治好这个病呢，就是靠你的决心哈，想清楚了往前走了。好，第二个哈是比较难懂的一个爻哈，巽在窗，那选定了这个科目之后呢，哎，要谦卑学习嘛，就是？所以他用这比喻，巽在窗下。他这个不是说你只要秘密也看他才有些意思，那比如说哈，身段极为柔软，即便是床下哈，我也钻得下去。好，一旦我决定要投这个的话，哎，我就是用最谦卑的态度来学到这一门学科里面哦，最精奥的地方，最精奥的地方哈，在训在床下哈。然后用什么方法呢？用屎污分肉哈，屎跟肉是两个分开来看，屎呢，屎是过去的东西嘛。也是去跪铁嘛，那屋呢？卜卦是要卜卦未来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学的嘛，我们学东西要用参考前人的智慧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能说每次读书都要掉书袋啊，这个谁谁说不行，要有独到的见解，要创造未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屋嘛，所以它的死屋就是说，我们既要吸收过去呢，也要有自己独到见解，就像我们现在读这个，
你们各位读的易经呢，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哈，有的拥有我们个人的色彩。我就巫嘛，巫呢就是要预测未来嘛。你怎么一直抱着过去呢？啊，我进攻。你看这易经发展到这，我们也贡献了一点点嘛。我们终将要离开啊，万一有人不小心，等下 YouTube 哎，以前这样，易经我们对这个文化有点贡献嘛。对，使巫分若分呢，就是很多。我们一旦决定要学习之后呢，就要读很多过去的东西，也要学着去判断未来，叫使巫分若。用这种态度的话才能起。哦，也要继往，也要开朗，哦，这样才能够学出一些名堂，哦。所以呢，分若自己的德中也，哦，就是因为这个藏第二爻是中位嘛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就是不抱持己见，能够众家的东西呢都吸收中了，哈，哦。有人自以为是大师啊，别人讲他不算数，对不对？哦，其实就是能谦卑，然后吸收各家的看法，这很重要，哈，哦，不要走极端，哈，哦。第三，品训。我们以学习来讲啊，这个训过也可以当学习啊。一开始不知道学哪一科，然后哎投入了，但是进入第三爻当学习，进入所谓的高原期、撞墙期的，对不对？你前面呢，哦，你看哦，你看小朋友在学英文哦，哎，老师教26个单字，哇，哦，好，很容易学，对，很有。回来就是 A B C D 的七八哦，那卡七不了七没，对，我没记得啊，对吧？卡过了 Good morning, How are you?就原来那有修气脉的问题，因为他进入撞墙期，所以在第三阶段的话，就品训，这品呢有点触美的意思，哈，哦，这个品触啊，哈，哦，触美的意思，就是因为学习哈，哦，一直在那个的话，无法突破呢，就会不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整个易经里面，第三爻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，哦，第三爻给鬼哈，哦，因为我们读易经啊，读老天我连八卦都记不住啊，哦，前面哦。听学易经要做亲啊，叫连八卦记不住，读一两年都不想学，不就这样吗？他讲这个哈，学习碰到的撞墙期，所谓高原期，好，所以呢就定，一直哈在那边打转，平呢平平在那边，哦，到处求师拜，但是拜不是个名堂，叫平训哦定，哦啊，所以呢有人就打退堂鼓了，就白白花费时间，所以自穷，穷呢就是因为学不。我们学东西呢，如果你有成果的话，就会鼓励自己，一直学，等不能够啊，我要那个很用功啊，结果等不出来，拢二十分，对不对？为头到二十分，你过了啊，可能我无想赢就懂，但是再强的意志也会消磨掉嘛，哈，所以自穷也哈。好，那熬过了这个阶段就不一样了，哎，这第四爻是有舍化龙啊，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就毁了。哦，所以其实小朋友要鼓励是最这个地方最需要鼓励的。那科目一刚没好也丢得起哈，所以考不好的时候要鼓励，因为他已经进入撞墙期了。好，哦，那，啊，其实真的我们自己也算是当老师当了几年，发现其实有时候他们解释说，有些学生很聪明，更不需要老师嘛。像南一中的学生，你需要老师吗？我念阳明嘛，我念东西雄中啊、南一中啊、建中，那个上课老师都没在上课啊。真的啊，我的同学说，啊，那些学生本身就是很好学生嘛，那可能同学彼此在一起的话互相激励，对啊，说那些学生不用老师教也，那你说学生太差也不用老师教啊，因为教也教不懂，所以这样，反正干脆问我们班啊，所以呢，其实老师有是这种中等学生是最有用的，推他一把，哎，你可以，就有舍变懂的，啊，涨起来涨的，所以呢，我其实最主要的。老师的角色是对这样的，是这种一推上去有神变的。我昨天看到一个分享的，也是不是有时候那个大爷会分享的东西就不错嘛，都有一个医生的小孩哈，那个医生哦，可能跟我一样，就对小孩没有管控，可是他快乐得给控得，那就有人去学校的功课就不好嘛，啊，问题是不好就算了，那个老师逼他要转班或转学，你想怎么会拖垮平均分数？这样，我现在可能会有老师有压力，就他转了一个班之后又换一个班，哎，过了一考又碰到这个问题了，所以他爸爸后来就去跟老师讲说，为什么你瞧不起功课不好的学生呢？就说你当老师的应该这样，因为如果我真的瞧不起功夫啊，你在师范的哈，以前我念书我念医科，请问师范成绩好还是医科成绩好？医科，我瞧不起你啊，但是你要这个教起我儿子。
对不对？所以他根本是有偏差的人生观。当老师呢，就是把这一爻的人推上去，好，那推上去之后呢，就毁了嘛。你还坚持的话，就上去就毁了，好，就不会后悔，好，就会发现哎选对了，而且读出一点成果。那怎么会毁了呢？田破三平，田呢就是打猎嘛，啊，那打猎呢或者三平，哎，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三平。平呢，它猎物嘛，哈，打猎得到猎物嘛，那猎物你有分上中下三等，是吧？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你收获是很丰富的，而且不是只有一处。为什么我特别这样讲？这上次刚好讲过，这女卦哈，我讲到这个那个祭祀嘛，哈，要射箭。我上次说女卦那个功夫很好，一箭就射死了。这一下回哈，惊了惊死啊，所以身体没外伤啊。那些没有外伤的猎物怎么办？对，可以祭祀嘛，当拜祭。哎，我不是有一次讲一个笑话，说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说不是一个国王跟一个大那个宰相去打猎，那个被豹咬伤的小子，那体积感啊，他的就闷闷不乐，说自己是一个残缺之身。好，哦，那个哎，宰相来安慰他，这个凡事都有最好的安排哦，这不要难过。啊，那个国王就很不开心啊，你没有安慰我，还在那边讲风凉话。他说我那把你关起来也是最好的安排。啊，那个宰相就笑说：“好啊，那我接受，这是最好的安排，要关起来。”因为关起各位料哈，就是他也不求饶，啊，他也不好意思，那个国王也不好意思把他放出来，他就要去打猎，他就自己去打猎。那结果去打猎的时候，哎，就直接看到猎物就在深山里面哈，哎，正高兴说一射箭射中猎物，结果后面被人家那个原住民啊吐那个环那包围的地方哈，包围。啊，就把他，因为言语不通啊，他就被抓去说要那个，因为他刚好月圆之夜哦，需要那个要祭神。啊，祭神啊，不行，不太漂亮。没讲一个酒会各位去住回去，各位讲一个那个巫师啊，说要掐完了，你再劈几杆，所以是不祥之物，不能祭神。好，哦，有华一个哇，连滚带爬照的你，哇，哦，你看这个宰相过来有远见。对，因为这个是最好的安排嘛，对吧？啊，等下，哎，跟等于跟刚讲，那宰相来绑出来，哇，你真的太有天，我没智慧，不能欣赏你的智慧，他绑出来，讲多谢你哦，这样我当初受伤反而是救了我。可是他有一个疑问啊，这个我受伤，然后我没被那个火烤，那是最好的安排。那你呢？你无缘无故被关了一个月，那当然是最好的安排嘛。是啊。你挂不到家里去的时候，我死啊！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哈。我这开始讲到三品，说这个猎物哈，古时候是你打猎所得的猎物哈，有分上中下嘛。如果那个尸身完好的哈，就可以拜神。好，啊，板桂林有胸呀哈，就可以赏给人家好看嘛，没有破相。啊，想刚好等到东照照出来，跟你猪猪也讲。好，所以田破三品的是上中下三品，我们都获得。也代表说他很丰富了，很丰富了哈，所以他这个字哈，我们在读书就是这样。他如果讲丰富的话，你也没办法显出他的三品的概念是什么。哦，一方面说，我功夫也好啊，有时候呢也会不小心射偏啊。总之呢，我什么都我的打猎的收获是很丰富的哈，所以就很简单嘛，有功嘛。哦，我终于呢这样读了这样一个。在当蛇当了一个卦之后，现在变龙了，可以当了为首义了。哎，讲课了，哎，上来啊，恭喜了，我就那么等等，这样哈，对不对？像当龙一样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到九五呢，就真的当一条龙哈，飞上去了哈。真吉毁无故不利哦，这个应该都懂了哈，因为你看，就从这咬了哦，好，到这边来，终于历见大人了，自己成为一个大人。好，那我觉得说，我们在这个把当学习过程里面哈。你在这地方仰望这个大人的时候，你应该找一个你学习的楷模，找一个学习的楷模，那楷模是你的悟道的大人。那我们人生有很多你的榜样嘛，你应该这个五人是九五是你的人生榜样。那我人生的榜样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读这易经呢？我的榜样是陶渊明。我觉得陶渊明哦，你好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对，他又有读书的样子，但是又不会跟你那个，他又。哦，啊，又有勇气为自己想做的事这样，哎，所以那个九五是你那个仰望的对象，哦，那终于呢，自己也称为自己心目中的仰望对象。
我们讲而已，可以说你有一部分有舍为荣的过程里面哈。然后呢，无出有终，无出有终哈，所以终比出还重要。好，我出了，因为我一开始不是懂嘛，但是我最后终于变懂。这句话其实很好，很值得鼓励哈。那有次我这边结束之后，我下去要开车，有一个同学，我们同学陪我下去，他说，这以前年轻的时候哈，家境比较不好，没机会读书了哈，很可惜怎么样哈，现在很高兴这时候读书哈。我说是不要难过了，你的人生哈，不外乎是年轻有为，一种是什么大器晚成，年轻有为就不会大器晚成。对吧？你年轻就有为，就那你大器晚成就是年轻没有有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立天，你要哪一种？大器晚成。对，如果你可以挑我，你可大器晚成了，对不对？那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嘛。所以说，你看啊，你读书这件事情啊，有些人哦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他是拿变亮点，就出小学了，完全没读册。啊，我也是，就是也没读册，哦，时间好，时间无够，一直读册。那你要哪一种？对吧？所以无出有终嘛，所以我们人生要比有终，不要比前面嘛。因为偷钱做钱呀，不然要你好要，这叫无出有终哈。所以我经由前面的第一幅，到这样注意，能够伸展我的抱负的话，叫无出有终。先更三日，后更三日哈。那这个更呢，我们在易经的更呢，它有更新的意思哈。好，先更三日后。我在变身，根就变身嘛，我本来是舍嘛，是不是变懂了？好，你看这根就变身嘛，所以我们今天这样讲起来就训惯了。其实你在读这个易经呢，从前到后面的话，越后面的东西哦，越人为，你懂吗？这几款来因为他那写的剧情哦，就像起承转合配合的太好，反而这些我变了去编转出来，像小说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他用这个根呢，是吗？就是由舍化龙。我在变龙之前的三天跟变龙之后的三天的话，我都秉持着那种低调而深入的样子，所以先跟三日后跟三日，应该说我应该秉持着巽卦的精神，巽卦是全变无方，应该当舍就当舍，应该当龙就当龙，所以呢，我前后呢先跟三日跟后跟三日就一贯嘛，我现在舍变龙，但是我在舍变龙之前我秉持的也是一样。我变懂以后，我秉持的方法是一样，还是跟巽的观念一样，这样的话就会挤。我无道一以贯之哈，会挤。所以这解释简单，不以正庄严哈。好，那到这边就圆满了嘛哈。那你看，巽在床下，巽在床下，你看这个爻是跟第二爻一模一样吗？我们巽在床下，这也叫挤嘛，对不对？那到最上面，你还趴在床下干嘛？哪那么挑啊？进棺材，巽在床下。这一事无成，对不对？英文很好，很好，没错。你前面国一学 A B C D E 学了26个字母，我刚才国三 D 还在学26个字母，对不对？不长进嘛，所以你看，上行之虎凶，没错吧？虚度光阴嘛，应该学没错的是，你没有把握时间哦，在年轻的时候赶快学好，都70、80岁在背英文字母，但还有那读会了也要进棺材。他就把握说学习的时机的重要哈、所以呢，你看巽在床下，上行之虎，之虎，我们上次比过来讲过，知识钱财嘛，那虎是保护钱财的利器嘛，换句话说呢，到老的时候呢，还在学这些，突然发现什么很重要，没有用，这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哈，好的东西哈，越早发现越好，对不对？能够用50年，用60年，好的道理早发现，早开悟，那如果你要到80岁开悟啊，只用一天。所以是这样，所以是秀、所以呢，巽在床下上求哦，错过了哦，错过了，因为你虽然懂道理了，但是也错过了生命的机会。我到八岁终于懂易经的，那帅哥们，那你看看你在话，在看看话间呢，那个道理还不够呢，那看看话间呢，这个有以前我补习班上课一直在站3个小时。我以前我这人从来不失眠的哦，卡三两就等于哦，然后哭到不行了。所以你只要站得够久的人都不会失眠。他说啊，我80岁，我去读通易经的，在开班上课，这个等他抚慰，跟我也在嘴，在下面听下去了。在讲是这样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要把握机会，学通以后，赶快利用哦，如果好的道理赶快学通。好，所以其实
不会太难懂了哈。我是觉得说这样用这种角度来理解说，悟道的过程里面这个训呢是蛮贴切的哈。但是我把这个悟道呢理解为说快乐，哦，觉悟的人就是很快乐嘛，很自在嘛，清凉嘛，对不对？跳出国仔嘛，找到清凉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们一辈子最值得投入的目标是快乐。哦，所以呢，第一要是进退，立五人之争嘛，要进嘛，要退，我们要选一个对的目标，在犹豫的时候，那哪一个目标是最值得你投入的是快乐？哦，这句话呢是莎士比亚的，我念一下哈。A merry heart goes all the day. Merry 是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 嘛哈。一个快乐的心的话呢 ，goes all the day。心里喜悦的话，可以整天都一直活动。所以他说，心旷神怡就诸事顺利，很深啊，快乐嘛，心情愉悦哈。You are sad， 你要是悲伤的话 ，tired 是疲惫嘛 ，tired 是 in a mile a，mile a 什么意思 ？A B C D A 是第一里路嘛，在第一里路的时候，看起程的时候你就累了。你要万一你 you are sad， 就是你如果悲伤的话呢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举步维艰了。哦，也就是说，当人的心理的力量是很大的哈、哦。你一旦心里很快乐，找到意义，你做什么事，很快美声。但是你呢，你找不到快乐的泉源的话，前天出单哦，大家都千金百金，大家没回来呢哈。所以第一页是胆跟水了哈、哦，所以快乐是最重要的哈、哦。这是那个圣经的希腊书他讲的哈、哦，快乐是长寿的秘诀哈、哦。所以呢。你要追求长寿，我跟人应该追求快乐，快乐自然会长寿。好，来我们找两个哈最经典的哈代表快乐跟长寿的关系哈。这个第二研究呢，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哈，这个是有研究在追踪哈那个毕业纪念册，因为现在毕业季嘛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回来，那毕业纪念册他们很好奇，从毕业纪念册里面看这个小这个毕业生哈。那个笑脸啊哈，预测他后面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过人生怎么样？这么厉害？啊，这厉害啊！但这个也就是他是最终嘛哈，他从这个毕业之前，他每个都登录哈，找了141个女大学生，是耶鲁大学哈，名校哈，1958到1980年毕业纪念册上表情。啊，看他的表情，问他说：“你愿不愿意加入研究？”对不对？他一路追踪啊，找了3年的毕业生。然后呢，在27岁、43岁跟52岁的时候呢，看看他们毕业哈过得怎么样。大学生毕业大概23岁嘛，哈，他是毕业4年，那毕业20年，毕业30年，好，来做一个访问。所以这个研究呢，前后跨了将近30年研究。所以这个研究真的不容易哦。美国常做纵向追踪的研究，这个哈、哦，来我们看看哦。如果你的毕业纪念册上露出脸是快乐的话哈、哦，它预测你夫妻关系的紧张程度哈、哦、是负相关。负相关就是说哈、哦，那脸是笑的哈，其实比较不会跟人家紧张，就是负相关了。好、哦，在27岁是这样，那52岁也是这样。所以哦，你要教小朋友哦，考上第一志愿，还不教他很快乐。想叫做儿童的路标哦，就这个给啊哦，要练礼物。那次他讲这家，教小朋友快乐，而不是教他追逐成就。因为快乐人哦，可以跟人家相处，跟在一起没有压力啊。他闯团这外啊，没卖掉哦。所以他讲这就是负相关，越有笑脸的人，跟人越不会紧张。好，那第二个。个人生活的平时就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哈，在21岁的时候，就是刚毕业的时候，是相关的，就是说你那如果你毕业纪念册是笑脸的，问他说你对生活满意吗？啊，有相关，那有笑脸的是对生活比较满意的，到27岁也是正相关，到43岁也是正相关，到50岁还是正相关，所以笑很重要，哦，笑真的很重要，我在笑的，我都注意看大家我在笑。来评定我给他小量的，好，因为我这个不是要考试嘛，那严肃嘛，听得送课的人哈，好，所以笑是很重要的哈。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华硕的一个执行那个财务长哈，叫忘记名字了哈，张伟，这是两年前的新闻，
突然就在汽车旅馆里面烧炭自杀，好像没有公布原因啊，他52岁，壮年。那个人生我觉得是算最辉煌的时候，刚好有蛇要变龙的时候，那就这样哈。所以快乐很重要，所以他说快乐才是长寿的秘诀。你问那些100岁的什么人类，第一个说啊，有时候秘诀快乐。你问特别吃什么？没有啊，通吃啊。就是，所以我在下我想，我们在强调说，哎、啊，讲什么深海鱼友，讲什么其实讲都不鱼了，都不鱼了，均衡就好啊，快乐比较重要哈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快乐跟长寿一样是这个，我常常讲，这叫修理研究，修理研究啊，这个是《时代》杂志的封面哈、哦，这个修理是91岁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还是问大家，他有没有？你觉得他有没有失智？91岁，看封面有没有？看起来没有，好、哦，因为看眼神明亮，眼神明亮，身上的肉肉，没办法对焦哈，而且这个眼神蛮明亮的微笑哈，所以他说 ，believe it or not， 哈、哦，相信与否哈、哦、，this 91 year old 这个91岁修女哈，那是修女，可以帮助你打败这个是叫阿兹海默氏症，为什么91岁呢？还算快乐，这么有自信？然后没有阿兹海默氏症了哈，这是一个修道院的研究，也是追踪从198630年的研究哈。哦，那个叫那些修女的都写下自传，按分析他们自传的快乐程度了哈，啊，快乐分数最高到最低的分4等分哈，前面这一条呢是最快乐的，平均年龄93.5岁，那第二条这一条呢90岁。那第三个第四是86岁，所以快乐跟不快乐还差7回，差7回、哦、所以这个很多证据呢，这是快乐呢才是让你高龄、哦、的最好的方法、哦、所以我们那快乐说，但是你会快乐吗？你可以让自己快乐吗？那会不会有些快乐天生的讲没讲啊？对，所以我问题说，那快乐可以学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要转弯呐。啊，总是有没有方法嘛？对，他懂吗？好，所以他这个你快乐起来，那可以学吗？我会让自己变快乐吗？可以。对，可以才值得留下来，不可以停下来，不是不可能来讲到听到半天哦。所以啊，我们来想到这个问题，快乐可不可以学这个问题的话，是怎样什么层次的问题了、啊、哈、哦？第一个问说神是否存在，有没有存在？啊，在我知道，在，因为这个没有实证嘛，那叫什么话来？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话去吵吵半天，等着纯聊天呢、啊，根本没有结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信念的问题。你说有就有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这个没什么好讨论嘛，因为不共同的。说没有的人，他可以举出没有的证据嘛。那所有人说有的证据，那彼此是没有交集的。所以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哦。那快乐是可以学习的吗？哦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现在用科学来研究快乐这个实证，就像我讲到，哎，快乐呢会延长，人家都有追踪30年嘛，这是实证哈、哦。好，来，那这个就等于说要做快乐的研究一个哈、哦，我就说哈，我们在读书，发现外国真的很厉害，他去研究双生子的，你说哎，双胞胎两个基因都一模一样嘛，要分同卵双生跟异卵双生。那同卵双生就一模一样的基因哦，那异卵双生排出两个卵嘛哈、哦，所以两个基因基本上是不一样，一半东西不一样哈、哦，因为妈妈是一样，但是爸爸不同精子可能基因不一样。那同卵双生是不是快乐程度是一模一样？比赛我跟你想这样哈，我快乐，爱你的快乐，啊我悲伤，你的悲伤代表什么意思？快乐完全是基因决定的嘛，是不是？天生的。天生的，就是你的快乐与否完全被基因决定了，所以就今天就可以解散了，不要上课了。那这天生的有什么讨论的？那讨论你爸爸妈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个研究就是说哈 ，happiness is a stochastic， 首先是随机啊，这种随机现象，就是换句话说没有被注定。即便是你的兄弟呢是很快乐的，也不代表你会快乐。每个人遭遇不同，就快乐程度不同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看看啊，哎，这个是叫快乐的双胞胎研究。好像像这些研究啊，你看大家何其幸运，在这地方也听到这种研究，在打现在国父也听过，这叫迷你苏打双胞胎研究。那个美国迷你苏打他们有一个研究是登陆哈、哦，那个有所有双胞胎去追踪，哎，一个追出来哦，
好，因为说来可能有人就嫁到不同州啊，哈、哦，在不同美国不同州来过生活，都把它追出来哈、哦。我们开始结论就这样哈、哦。Twins 就是双胞胎嘛 ，Rear 就是养育啊哈、哦、，Rear together 就是双胞胎呢一起被收养，一起被养育，那一个是双胞胎被分开。虽然双胞胎，但是呢可能从收养一样就分开了，而且 twins real apart 就分开了嘛，好，那又把双胞胎变成 monozygotic 就是同卵双生，去验他的基因哦，两个嘛一模一样，还有是异卵双生，所以呢，我们在研究里面是对同卵双生是最有意义的。你看，同卵双生里面它的快乐相关的0.44，0.44就那就一半嘛。因为你说你的兄弟很快乐，我跟你讲说，假设我兄弟，我跟你说我双胞胎，我弟弟是很快乐，请问我快不快乐？可能快乐，可能到一半嘛，所以就是乱猜嘛。所以你的几率要是没有大于一半的话，就纯粹是几率，跟丢铜板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的兄弟姐妹是怎么样的话，不能决定你快不快乐。他就说，基因对你的决定就纯粹是运气，并没有所谓的快乐基因嘛。哎，我快乐啊，所以我小朋友就一定快乐，没有。就存在运气，所以用这研究很有力的说明说，快乐呢不完全是先天所决定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那后天什么事可以让你快乐呢？好，来开些口哈，谈恋爱，哇，给我聊痛苦，谈恋爱快乐啊，好赞，弹性上班一定一休，啊，这旁边做痛苦，被高薪挖角，哦，换了好工作快乐，有更大的房子，我们上次讲了嘛。人生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还有另一半更体贴，娶到好老婆，有小孩，看起来更年轻，背痛得到舒缓。在做问卷哈，减肥成功更快乐，小孩课业表现优异，他的快乐与我决定于小孩有没有成就。小孩没有成就，他这辈子都 all in 了。了解自己生命中真正想要什么，这个我就比较像虚构哈。父母更支持更爱你，为什么有没有更挑你的父母？治好慢性病跟生理缺陷，有更多钱哦，人哦。总之呢，有一些愿望是就是要外在追求的哈、哦。有更多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哈、哦，其实这个研究啊、哦、做得不错哈、哦，就是跨国性研究，到底怎样的比较快乐？这句快乐排行榜，国家啊，北美上，丹麦。第二名，加拿大；第三名，挪威；第四名，瑞典；好、哦，第五名，荷兰。哦，是 Sweden 那瑞士的哈，是这才瑞典 Sweden 哈、哦。委内第七名，委内瑞拉。所以这些国家里面哦，都不是所谓的大国，中国没有，美国也没有。这些小国啊，相对是风气比较开放，所以呢，要快的话，你如果在民主国家和民主产国家快乐嘛，所以经常抢来比方，哎，中国话都给欧美人生了，完全没人生啊，我讲其他旅游的人都无伊在人生上，在人生上对不？哦，啊，在没结婚上，可以做两个，赚得很快乐，哦，所以基本上这个调查呢，民主国家是比较快乐。昨天不是公布那个北韩哈？你有没有看到北韩怎么虐待那个囚犯、啊？那就像不是大学生有一个去北韩被抓到，然后虐待然后脑死嘛？他有一个叫做麻花，用来你看白哦，就是叫你那个坐在一个衣柜里面，他眼他干，他给你开眼干干，像卷麻花一样。他一个叫他趴在墙壁哈、哦，然后用铁棒从他头打下去。我想他里面怎么录到的嘛？如果真的，你说你那我们要快乐嘛？哦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在一个比较能够民主的氛围里面是比较快乐的。民主的人这样追求自我，对不对？民主就是每个都是主人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那快乐呢会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？你看到这个时候哈、哦，这一条呢，我们上次讲到是收入哈。哦在美国哈，收入越高，但是快乐没有增加，所以收入跟快乐没有关系的哈。那这个呢是婚姻，
婚姻的话，有人结婚快乐啊，或者不结婚，也其实波动啊。你没有说结婚的人就一定快乐啊，不结婚的人就一定不快乐，没有。那有人结婚后，哎呀，反而婚姻关系不好，反而不快乐，所以这些都没有一定的哈。那这个哈，这个图是说，哎，我们整个人生的满意度其实基本上是维持稳定的，是稳定的。所以呢，透过努力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维持比较稳定的快乐。你的收入呢，可能不一定，但是呢，哎，快乐呢是比较能够维持稳定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个研究很有趣哦。我们刚才讲说，我如果找到一个好的工作，会不会更快乐？会更快乐吗？这个哈，这个研究是追踪哈高阶经理人。高盛企业，高盛不是在美国的股票吗？高盛的话，追踪他五年哈，而且都是40中高阶级的高阶经理人。那这些人呢，追踪五年后，有些人跳槽，有些人没有跳槽。那现在高阶的会跳槽都是收入更好嘛，能往高处爬。那跳槽的人是比较快的，那平均年收多少？是美金哦，135,000，换算一下台币吧，等于500万年薪呐、啊。都算是精英阶层的，就追踪这群人5年哦，那看他们换工作，换到更高薪的工作会不会比较快乐？那留在原工作会比较不快乐哈、哦。自愿换工作前后的工作满意度，哎，我们看哦，这一群人里面有些人是从头到尾没换工作的，所以第一年呢，哎，第二年换一下，哎，或者谷底之后，哎，没有更不快乐，所以逮墙摸墙哦都没有离职。对不对啊？写作工作不合适，就是没有离开嘛。那有些人呢，在第二年呢就离职了。哦，你看哦，注意看这图，会离职就不快乐嘛。所以他在离职前也是很不快乐，他负的。一离职之后，哇、哦，好爽啊！那快乐度马上上升。然后呢，又打回原形。又打回原形哦，这是第一年就换工作的嘛。哎，第三年呢，你看不快乐，不快乐，不快乐，哎，最不快乐。总之呢，换工作前一年是最不快乐，你才换工作嘛，这会。那你换工作了，又上去了，那结果呢？又下来。所以哈、哦，那个牛迁到北京还是牛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，你如果不能在你原来工作找到快乐，你换下一个工作还是不会快乐。这个研究啊，被应用在很多地方，会离婚的就会一直离婚。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离婚的，想工作不合，那就啊，下一个会干嘛？下一个2年后又不好。这跟换工作是一样的哈，哎，我们看这个第四年呢，哎，不快乐，不快乐，不快乐，掉第三年就不快乐，换工作很快乐，又不快乐，所以哈、哦，换工作当下有新鲜感，但最后还是不快乐。所以我们人的快乐哈、哦，这个也叫做不能从外在的境遇哈、哦、改善你个人的生命的深度品质。那有啊，我有以前，然后我就会快乐，世界改变不一样，哦，你要去不一样哈。我应该第三、第四年是一样哈，这基本上结论是一样哈。再来就是快乐会适应，我们对快乐啊很快乐哈也适应，啊很不快乐也适应哈。啊，就像你喝第一杯酒很快乐，然后快乐爽度越来越长，哦就没感觉。所以呢，这个美国这叫快乐的科学家哈，这个、叫柳波莫斯基哈，他说我们的快乐就像一块饼一样，这个饼这样哈，有一半呢是。爸爸决定的，那有 10% 呢是看你的个人机遇，那 40% 呢最重要是靠自己。哦，就是呢，哎，你会有修养，以后的话你会把你的不快乐变快乐。哦，所以呢，他这本书叫40%的快乐。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坐在这边的大哥的话，你的父母怎么样？哎，不是不怎样，但是呢，我把握把这 10% 做好，我就能得到。好、哦，我自己的方法得到快乐、哦、好，那我们怎么 让自己快乐、哦、正向思考，正向思考。那如果你说你这个人自己认为你这个人运气好不好？你觉得你是有好运的还是不好运的人？就像幼童版一样、哦、好运不好运就是一半一半嘛，对不对？哦啊、有些人呢他会受短期的，那就是几率一半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有些人会受他的。短期的事件影响，你知道外面讲啊，加多科第一志愿点到录用，你就运气好好。你忘记所有的不快乐事情，但问题是你有时候看到，哎，出门刚好今天出门刚好踩到狗屎，我脚都拍稳了。所以我们对自己评价会受短期事件的影响，所以这个要
考考大家，你觉得这些线呢、啊，是平行还是不平行？你们看看啊，那横的线，平行不平行？平行就是永远不相交嘛，那不平行就会相交。考大家，这个图是平行还是不平行？平行，因为最后没有相交嘛。可是你觉得好像歪歪歪体哈、哦，那是一个错觉，错觉的哈、哦。所以就是说哈、哦，其实你这个人没有好运也没有坏运，对不对？整个来讲的话，哎，我看见那种型还过得去啊，都是五十岁、六十岁、七十岁，你最后发现也活到六十岁，那多坏呢，对不对？有人活不到六十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叫错觉。有时候我们会受一个短期事件影响哈。哎、啊，比如说你刚好得彩券啊，我中何伟呢哈？你说哎，到时候跌倒掉，光中拍伟，对不对？而且整个来讲，大家都还不错的，还不错。为什么？我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我们人哈，就会陷入这个叫瞎子摸象。这是佛经里面的护身有，就说哎，像像什么？摸到鼻子沟啊，像一尾蛇。啊，摸到耳啊，叫啥？像开心。啊，摸到这个。像柱子，像条啊，那像是什么？像就是整体，像一波像一个，但是整个就不是那个。所以人的生命应该说我没有整体观，没有什么好运不好运。那严格讲，每个人都好运。啊，那这个题目呢是考大家说哈、哦，这个旋转后跟他们一样，灯泡来，这个转一转以后跟他一样。有没有一样？一样。那这个转跟他们一样？这种题目有些很难哦。一般这种题目我做星象测验会考，男生答得比女生好。在旋转哈、哦，哎，那个斯坦福大学的新生考试的时候就考这个，要星象测验，那就考这个旋转。但是那个考题哈、哦。说我们准备做空间旋转啊，看你适合读理科还是读文科。旋转哈就比较适合读理科，那旋转不好就读文科。可是那题目呢，有两份问卷，有两份格式问卷对大一新生做的哈，哦，都对于女学生哈，答了有两份不同的考卷。第一份是，请问哈，你的性别是什么？就是考卷开始考的时候呢，先问说你性别什么啊？就说、欸、等一下我们准备做空间旋转测验，那这个测验呢，一般女生做的比较不好。好、哦，那第一个版本考卷是这样。那第一个呢，另外一个版本是，请问呢，你高中毕业在哪个学校？结果发现了那个版本考卷，如果是问你性别的哈、哦，成绩都变差。那问你说你高中是哪个学校毕业都考的比较好，为什么？我要多几本哦，都是女学生测验，题目有两个版本，一个版本是，请问你的性别是什么？先填入你的性别啊，没有，他先介绍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做一个空间旋转测验，那这个测验经过那个的话哈、哦，是考我们的旋转了、啊、哈、哦。那一般来讲，男生的旋转的观念比较好，女生比较差。那请问你的性别是什么？你是女生吗？所以做差就应该的了。起来吹一点啊，你应该考过的，应该考过。那另外一个人不问你的性别，只问说你是哪个高中毕业的，会考得比较好，所以人会被自我催眠，哦，懂吗？一直跟阿这女生做不好，因为我是女生，所以我就做不好，啊，这是种错觉，也是种错觉，因为如果不提起你的性别，他只问说你高中哪个学校毕业的，哎，就考得不错，就考得不错哈、哦。所以呢，人呢如果有正向思考，然后有提供自己好表现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来正向思考一下，我们在座各位每个都很重要，每个都很好。为什么？每个都有这个过程，妈妈的卵，爸爸的精子哈、哦，碰在一起，碰在一起之后呢，只有一次刚好可以进去，对不对？进去之后呢，你看啊，这个从这边的输卵管说，要到移到这边呢，有的人就卡到这边子宫外孕，就没有你了，就你没有子宫外孕，那就在这边子宫着床，成人。这个哈、哦、有一个考题问大家哈、哦，我以前在教生理说，哎，这个那个精卵受孕的地方在哪里？看在哪里？输卵管。那输卵这是卵巢嘛哈，输卵管受孕，那受孕呢，然后这边受孕就是受精卵就跑到这边，然后着床，
那有一个旋膜，你说嗯，那这麻烦了，那这软呢，跑到这边，啊，进这边，那就好了啊。哎，这样哪里有错？就这样筛哦，没有筛选。哎，对，正常哈、哦，那设计型就是卵巢嘛哈，排卵按照一下就行了。哎，精子有到这边，你看精子在这边比较容易，还是你看这很狭窄呀、啊，穿过去很困难啊，对不对？他说那为什么精子呢？那球滚到这边来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非一定要在那边受精不可？为什么哈？你看、啊。右边哦，这个精子能游到这边看右门，哦，有点远嘛。但重点是这个卵哦，从这边排出来之后只能活一天，只能活一天。所以这个卵呢，从这边滚出来之后，滚到这边就一天了。那球在滚嘛，应该你没修哦。所以滚到这边之后，拍水三天，死卵，无法受精。所以懂这个东西，你看你能够一个受卵是多么困难哦，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才能汇合哦。你如果这时候呢，精子进来了，没有卵，没有用，空包蛋；排卵了，没有精子，还是空包蛋。所以刚好有卵，而且刚好在这边碰面，就是成为现在的，这样有没有很可贵？嗯，有，够可贵吧？有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你看，上帝都没办法用的这么精巧，所以呢，你还每个人能够活到现在坐在这里，不是很可贵，所以一定要正向思考。你思考你就是很可贵，哈、哦，你看、啊。那受精卵中间没事吗？啊，满不理讲的，因为三聚氰胺，对不？你妈妈爱讲，因为奶茶，对不？他讲因为三聚氰胺，那是畸形的。你怀孕之后呢，还要哦，那三口四口，过完之后的话才能够哎，发育成成熟胎，成熟胎哦。那时候就生出来吗？不行啊，头太大又卡住了。哦，所以到处都有难关的、啊、到处都有难关。所以呢，这个用这个故事，每个生命能够到这样哈、哦，都是很可贵。你没有理由悲观的哈、哦。我们刚讲说工作哈、哦，每个人嫌自己工作不好，我们看看这个挑出哈、哦、最不好的十个工作。哦，不一样。这个人形靶，那比较好，我们可以丢丢啦哈。这是日本的卖那个卫浴马桶的。另外，派两个买趟物件咯，安行销。哦，有人工作是这样哈、哦。那有人这个什么工作？取牛奶。取精啊。那要配种嘛哈、哦。你看这牛这样要帮公牛的睾丸取精啊、哦。那这个呢？这是那个街头艺人，街头艺人。对吧？电线工，红太要台电的，所以没错，你先点工作不好，还有比你更糟的哈、哦。这个是他这个假的氧气公司天天看都不能用的哈、哦。那这个呢是游乐园哈，要开之前要测试云霄飞车有没有安全，那谁测试？员工测试，大家有谁好？哎，叫我们那这个呢是那个股票那个营业员啊，那个期货交易的，你看位置这么小，那天接电话这样，哦，所以压力更大哈、哦。那这个呢是印度的下水沟清洁工，没有任何防具要下去那个哈、哦。这个呢，这个是这扇白老鼠狗屎。我是个试用师，爱懒觉，因为你要每觉，觉要暖在后觉，爱懒请假，天天吃狗吃的东西哈、哦。那这个芳香剂，哎，我也不错啊，哈、哦，哎，看我好，哎，叫这个有不错啊，看有没有比较香。他工作就天天闻水，不错，有没有改善的？这很有趣啊、哦，不过想想很惨的工作，哎，好像自己过来不错啊、哦。所以呢？讲这么多就是你觉得啦哈、哦，这两个圆哪一个比较大，哪一个比较小？一样的。哎，这一桌现场没有了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。大家有多少听吗？他们都没来。没。嗯，一模来，一模来。我猜我比较，这两个谁比较大？一样的。那你在这边的时候觉得，好像那边比较小，那这边比较大。
但是你就是你。我想训话就这个哈，发现自己是完整的。好，跟人家比较呢，徒增困难，徒增困难哈，要发现自己的美好。我这训话讲扑克扑这么久，就这样的跟这样图。好，我喜欢这张图，这叫爱宾霍斯的错觉。我们跟他比较之后呢，谁的儿子比较好？然后其实，然后比来比，跟他自己也不好，其实自己就是最好。好，你看啊，没有比较的时候呢，两个是一样大的，就是好，把那背景拿掉，其实两个是一样大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哦，就正确的，这个的话比较的是对的话，你不会误判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就误判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训话就是要深入一直了解，说我是怎样的人，好，不要我卑鄙。对不对？把自己看得很渺小，也没有很伟大，啊，也没有很渺小。好，哦，我想这是训话的意义。所以呢，这个月哦发生，我说这个月哦死了几个重要的人哈。七波也是一个公务员嘛，他是那个高工局，高速公路局哈，哦，在做矿拍，他本来就做矿拍了。那以前是要看那个路障嘛，那不是贵点，现在矿队为台哈，他把工作这样，他把他工作转成说是空拍。公开我们台湾了，你看那也是，你看他不是从来舍变懂吗？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哈，哦，我想他也是一个训的过程哈，哦。我们来看一下那片。我现在正在招募。为了进入台湾，齐柏林付出了大量心血和金钱，就连房子都拿去抵押。但是我正在变招了，他这样。直接问，当我的爸，那你持续工作的时候啊，那你还有钱的话，我不大学。让当时读高中的儿子连学费都发愁，不仅如此，为空拍牺牲了不少的心思时间。孩子们的成长过程都是妈妈带的嘛，我都很少参与，所以有时候想想就不知道为什么会。跟一般的家庭不同，齐柏林还最期盼的就是下雨天。因为这样，爸爸才有机会陪伴他们。我说好今天要带我出去玩，我开车开一半，哎，天气突然大好，这么好是那种不见面久久的那种。我说你怎么能放弃呢？我说在车上就已经安排住了，他别动，然后我说只能说把儿子回家了，对，这是幸福的。对父亲在拍摄《看见台湾》的过程当中意外身亡。从国外连夜赶回奔丧的儿子，感受最为强烈。他在网络留言说：“爱台湾赚不了钱，两亿票房如果真的去拿，也不会连房贷都还付不完。爱不爱台湾跟省级出生什么都没关系。他相信父亲爱台湾的心，爱到连命都可以要。”东森新闻做不到。我想那个七国人，这也是我们训话的一个代表哈。可是这个哈，你大家有没有看过？看见台湾，那最后马立博讲了，那你再补看一下啊。看见台湾里面最后一幕呢，是一群小朋友在玉山顶上唱歌，我就很感动哈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幕哈，在训呢是有春风化雨的意思。这一群人在原住民小朋友是无所事事的，训为木嘛哈，为风嘛，所以有春风化雨的意思。所以训惯了是，我发现自己的哈，也有办法去开发点的。好，所以更深刻，所以重去嘛。我开发我自己，帮忙开发别人。所以我看看。六片看见台湾的最后，玉山的小朋友唱着歌，跳着舞，还挥舞国旗。这一幕让很多的观众看得都湿了眼眶。这些孩子们来自于南投原生音乐学校，本来是一群不会唱歌，也从来没有想过会唱歌的小朋友。而是谁让他们找到了自信，甚至是爬上玉山唱歌给众人听呢？动人的歌声后面又有哪些感人故事？继续收听报道。小朋友们在玉山山顶拍着手唱着歌，看见台湾这一幕，感动许多人。唱歌给世界听，这群拥有天籁美声的不同的小朋友，来自南投原生音乐学校。
表演他们锦国秘练习。是是啊，这部落里面有蛋啊，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在部落里面当流浪的蚂蚁。由于社会经济面的被提速，这让小朋友隔代教育居多，学习动机较低，也是不可能有大富日。马米德特别组成合唱团，要把这些流浪蚂蚁一个一个上台展示。马米德希望让他们找到目标，建立自信。因为他自己以前也是个没有自信的部落孩子。我拼命打工的，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没信心，我一直很害怕在公共场所出现，我很怕我的同学笑我很丢脸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跟人不一样。马米德克服障碍后，还要让部落的下一代一样能够抬头挺胸。这一个合唱的印子，给他们在社会面上有成就感，来导引到西科的很强的能力，来进入主流社会第二竞争能力，之后再回到部落来改善部落。基本学科本力同样没进步。四分之三减六分之三减零分，四分之三减六分。因为在像马彼得校长以前的论文研究的时候访问过他，在他们发法那一辈的老师是主要的。有句话这样说：学音乐的孩子会变坏，这些小孩也在一个时之间。慢慢坚定地走出自己的人生乐章。墙上贴着上国中后要做到的24件事。他是松慧婷，国小3年级就加入原生学校，已待5年了。做到了以下第一点，真的，他做到，跟国小真的差很多。他童年里的态度，还有自信，有信心。独生与松慧婷没有让父母操心，幼动的他只找到机会跟着原生音乐学校到美国演出。
原声的小朋友不仅登上国际舞台，他们还要登上玉山，唱首歌给世界听到，就是要让世界听见玉山唱歌。可是这里四年多来，我们不曾带上登上玉山。大早就爬登上玉山，谢柏霖要用空拍镜头记录他们的身影。他们怕了这样的缺席，结果他们给了我的惊喜。当时我从拍摄的荧幕上面看到满满的画面，我其实心里非常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小朋友们接着合唱，找到自信，人生不一样了。透过纪录片，听见了最美的台湾之声。看见台湾，让我们从另一个高度看到台湾之美。这应该是训话的意思哈。你看那个老师自己觉得皮肤很黑嘛，是自卑嘛。当他找到自己，肯定是他会影响别人。哦，重训你生命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训呢是有扎根，哦，那长成大树的意思哈。但是每个都是心肝宝贝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个都是一个种子。所以我们看这句话说。每个人降生之前呢，仿佛一粒果实，恰似一生的蓝图早已蕴含其中，只等着落地生根，展开其既定的旅程，实践其应有的命运。哎，这个跟训话讲一模一样，天命嘛哈，从训你生命，这不是那种快乐哈，就跟古今中外讲道理其实一样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哦开展开来，那第一个就叫扎根。要深入了解自己的生命本质是什么。那快乐自己快乐才能带给别人快乐。我们都可以把快乐悟到呢当成一层目标，那一旦你快乐之后呢，你就能带给别人快乐。所以这是一个我一次开心看到的正港歌喉站，班机沿路不焦躁，百老汇剧团演员金赏娱乐是开场，而且跟正式演出一模一样的现场。快乐能力的话，学这么多人就是，大家烦躁的时候呢，反而能让显示自己修养很重要。然后这样子快乐，他让自己快乐不烦躁，也能让周围的一本来要烦躁的也变得不烦躁。好，所以快乐的人会影响别人，让别人更快乐。好，所以呢，最后我就用这句来做完结。哈，我说让别人快乐呢是慈悲，那最重要是让自己快乐呢是智慧。所以我一辈子在修行慈悲跟智慧。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下一次的话就是对话，过三个礼拜了哈，因为下个礼拜刚好第五周没有上课，那7月14。